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我和妈妈去参加了静冈的一家餐厅举办的蛋糕自助餐会。蛋糕自助餐会是什么？你爱吃的蛋糕想吃几个都可以。诶，真的？100个也可以？100个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。但是我吃了5个蛋糕就觉得很饱了，再也吃不下了。一次能吃5个蛋糕呀，这样的餐会真是太好了。而且全部都是不同种类的蛋糕哦，每一种都很好吃的啊！真羡慕你呀、啊，哪怕一辈子只吃一次也行啊！真想把各种各样的蛋糕都吃个饱。就是啊。不过呢，我们家的大人是绝对不可能把我带到那种地方去的啊。那么每个人都准备一些点心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我们自己开个餐会吧。啊。这个点子不错，在家开点心自助餐会应该很有趣。那就在我家开吧，我回去跟我妈妈商量商量看。那什么时候办呢？这个星期六怎么样啊？那好啊，长崎同学，你来参加吗？啊，这个星期六我家里碰巧有点事儿。是这样啊，真可惜，人数要是多一点，不就可以吃到更多不同的点心了吗？那我也去参加你们的餐会。你们刚才不是说参加的人越多越好吗？这个嘛，不是这样的。听好了，每个人各自带2种点心过来吧。那好，本星期六3点在殷同学家见面。很快到了星期六。我说妈妈，你要做什么给我们吃啊？是甜甜圈和布丁哦。好棒，妈妈真下功夫。妈妈，我也来帮忙吧。那好。帮我把这个倒进模具里。哎，妈妈，这样的布丁太普通了吧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今天是自助餐会，不做一种特别的布丁怎么行啊？什么特别的布丁啊？不要这样小小的一个一个的，要做一个大大的布丁啊！哎，不管大家怎么吃都吃不完的特大号的布丁，这可是我的梦想啊，好不好吗，妈妈？可咱们家没有那么大的模具啊。用这个就行。真希望它快点冻住啊。这真有趣儿，跟平时的甜甜圈有点不一样呢。小丸子也做做看吧。嗯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我做不好。没事儿，反正味道都一样。那油炸就让妈妈来做吧。小丸子，你来撒砂糖。会很烫，要小心哦。啊，味道好香啊，正想快一点吃。小丸子，布丁也差不多该冻住了。说得对呀。做好了。不知道能不能完整的倒出来啊。让我来倒吧。
太大了，倒不完整啊。这样就不能端给大家吃了吧？嗯，啊，没关系，就让妈妈来处理吧。哎，哇，妈妈你好厉害呀、啊！就像饭店里做的花式布丁，又是鲜奶油，又是开橘子罐头的，你今天可真是大方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妈妈？做这个做那个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奶奶，点心买好了吗？你忘记了吗？我不是说了今天要带到英同学家去的吗？是今天吗？真是的，你怎么忘记了呀？卡斯提拉。但是只有这一种点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样就行了。哇，我的蛋糕可能太普通了一点儿。那我们的点心自助餐会现在开始吧。哇，这些蛋糕是年子的妈妈做的吗？好厉害呀、啊，好可爱。先烤了一个大的海绵蛋糕，再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用各种各样可爱的小点缀做装饰，请各位品尝吧。好吃，真的呢，谢谢。蛋糕的装饰我也帮忙了呢。我的卡斯提拉既没有任何装饰，也不是我亲手做的。这个样子很奇怪的甜甜圈是我做的，不奇怪呀、啊，小丸子、啊。好吃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小玉带来的泡芙味道也非常好。卡斯提拉也很好吃啊。再尝尝饼干吧。真好吃，这么好吃的饼干，再多我也吃得下。我带来的卡斯提拉也。你们几个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就是不吃我带来的卡斯提拉？卡斯提拉，招人讨厌吗？没那么回事，现在刚好想吃来着。就是啊。哎呦。甜甜同学只带了卡斯提拉来吗？听好了，每个人各自带两种点心过来吧。每个人不是都有两片了吗？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意见。这个蛋糕已经干掉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干巴巴的，不会是已经放了很久了吧？什么嘛，难吃的话就直说难吃好了。我没觉得有什么难吃的，就是啊，很好吃的。你们全都撒谎，这个一点不好吃。哎呀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卡斯提拉稍微有一点点干。正好刚才做布丁用的鲜奶油和橘子罐还有剩下的，你们稍微等一会儿。哇，好厉害！真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啊！用糖汁稍微湿润了一下就好吃了，这样就有了滋润的感觉。阿姨，谢谢你了。没什么，不用客气。啊，妈妈干的真不错呀。还行。丸子啊，爷爷你回来了。爷爷好。你们好，大家好像很高兴啊，真好。爷爷带点心来的话，我们也让你参加这个餐会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说奶奶，你现在才拿这种东西过来？我的肚子已经有点撑了，吃不下了。哎呀，好香的味儿啊！
哦，是烤红薯啊，一定很好吃。买这个回去的话，丸子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哎，你好像是丸子班上的同学。点心自助餐会啊，好像带一点点心过去就可以参加自助餐会了。这我可不能错过。你们好，小玉，我带了好多烤红薯，你们再开点心自助餐会吧，叫我一个。什么呀？你怎么突然？点心自助餐会结束了，连最后一块大福饼现在也……怎么会这样？我还以为能吃到好多点心呢。小声。这是怎么了？那就改成烤红薯自助餐会。在目瞪口呆的小丸子他们面前，小山狼吞虎咽地吃着被伤心的泪水弄得有点咸的地瓜。小丸子用包袱皮儿。妈妈，知道我的手提包放哪儿了吗？手提包？我刚刚把它洗掉了。哎，我刚想把这两本书放在手提包里，那你就借我一个袋子吧。壁橱里有一些纸袋子，你就挑一个纸袋子用吧。真是的，一个合适的都没有。找到了没有啊？我说妈妈，就没别的了吗？就只有这些纸袋了，这两本书书包里放不下吗？就是因为放不进去，所以才头疼嘛。早上好。啊，早上好。我说奶奶，你有没有袋子呀？袋子？要能放进这两本书的。哎呀，袋子啊！对了，丸子呀，把这两本书带到奶奶房间里来吧。看看哪一块好呢？难道说奶奶要让我用包袱皮儿？好了，把书给奶奶吧。哦。像这样。哇，来拿着这里淋淋看。哎呀，这样就看不出是包袱皮儿了。哎呀，丸子啊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爷爷。哦，你拿的是什么呀？好可爱呀，看上去像女士用的手提包。是吗？小丸子，还不赶快来吃早饭，你再慢吞吞的可要迟到了。好，奶奶，谢谢你了。小玉，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小丸子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，这是今天早上奶奶帮我包的。奶奶包的？知道吗？这是包袱皮儿包的。哎，包袱皮儿？我还以为是新款式的手提包呢。看起来像吗？哎呀，殷同学、穗包同学，早上好。这是什么？新款式的手提包吗？才不是呢，这是一块包袱皮儿。哎，真是包袱皮儿？他说这是包袱皮儿。这个真的是包袱皮儿吗？给你们看一看。啾啾，真的，好厉害！那你就再包一次给我看看吧。你等等，让我试试。应该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不对不对，是这样。这个，小丸子，怎么了，殷同学？抱歉，忘记该怎么包了。哼，真符合殷同学的风格。不过能让包袱皮儿看上去像手提包，还真神奇呢。说的对呀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丸子。告诉你，今天那个包袱皮儿做的手提包，大家都说很棒。哎，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还有很多用包袱皮儿打包的方法，要做给你看看吗？丸子啊，你回来啦！啊，我回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奶奶，你快点交给我吧。
好好。丸子。奶奶，包袱皮儿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和花样啊。是啊，用的地方不同，大小和花样也就有很多种。我还真不知道呢。啊，这个是小偷用的吧？啊，这是唐草图案，画的是顽强的藤蔓不断向上生长的样子，是祈求长寿和子孙兴旺，寓意很吉祥的图案呢。啊，丸子，现在的丸子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了，我居然输给了包袱皮儿。丸子啊，有什么球形的东西？对了，把皮球拿来吧。好，老头子。啊，老头子，请你去拿两个空的啤酒瓶来好吗？啊，空的啤酒瓶，两个空的啤酒瓶，对吧？好啊，好啊。奶奶，我拿来了。这两个可以吧？嗯，谢谢你了。那好，就先把这个皮球包一下看看。好厉害，爷爷，很有趣吧？啊，可不是吗？一下子包了这么多种，你能记住一些方法吗？嗯，你看着，我再包一次吧。像这样铺开，把书放在里面。包好了，记性真不错呀。嗯，包袱皮儿好厉害呀，对吧，爷爷？哎，有了包袱皮儿，什么东西都能包上。嗯，我现在可是包包袱皮儿的专家了。包包袱皮儿的专家，这可真有意思。嗯，你真的牢牢记住用包袱皮儿打包的方法了吗？当然了。啊，真想让我用包袱皮儿打包的技术赶快派上用场啊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包呀？没什么要包的。真是的，你这个人好冷淡呢。妈妈呢？我现在也没什么要包的呀。哦，是吗？哦，难道就没有什么能让包袱皮儿大显身手的事情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打个比方说，有一个私自出访的外国王子来到了我们清水镇，他因为买了太多礼物正在犯愁，这时候带着包袱皮儿的小丸子突然登场，包好东西之后又马上离开。王子为了表达心中的感激，手拿着包袱皮儿找到了我，两个人最后结了婚，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啊，真希望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你这是在说什么傻话呀？怎么，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吗？丸子啊，难道你要嫁到很远的国外去吗？好讨厌啊，爷爷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嘛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好了。对了，丸子，可以的话，你跟那个王子商量一下，让他当个上门女婿到我们家来吧。我知道了，商量商量吧，这样就能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没想到丸子真的要去找他的王子了，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？看来是真的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王子什么的呀。我说丸子啊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不要吧。哦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到家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这孩子突然说他走不动了，要我抱他呀。阿姨，你抱他吧，我们来帮你拿东西怎么样？怎么好意思呢？好吗，爷爷？好的，不用客气，我们来帮你拿吧。看我们的。爷爷，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好呢？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好呢？我看，总之先包了再说。说的也是。怎么看着像小偷啊？请问您家住哪里啊？在，请往这边走。我就别想找什么王子了。嗯，你好，你好。
你们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，非常感谢你们。不用不用，别客气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拜拜拜拜，谢谢你小偷爷爷。用包袱皮儿做了件好事。就是嘛，以后要更经常用包袱皮儿才对。我回来了。等等，小丸子，你的房间里怎么回事啊？快去收拾干净。去，人家难得心情这么好的回到家里。不要再磨磨蹭蹭的了。好。这可真是天堂啊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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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哎呦，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嘛。嗯，哦，丸子，这样用包袱皮儿，连包袱皮儿的专家也会惊讶。包袱皮儿肯定也不愿意被用来包这些乱糟糟的东西吧。小丸子讲的是冬天的涂鸦和小丸子的蜡烛，敬请期待哟。